大家早安，3:42，我们现在在我彰化的老家，这边只有睡4个小时。这两天我们都会在彰化的老家，所以早上我们都会计划去钓一下鱼，中午再回来陪家人吃个饭。这两天刚好是妈妈的生日，所以会帮她庆生一下。那我们先在家里把 ASA 办好。越抓到松感哎、欸，办好了。你刚才遇到徐董，你会很紧张吗？吓一跳，我说哎、欸，之前来都没有看到，是突然看到。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徐董哎、欸哦，好酷，好帅。经过半个小时，终于抵达了鹿港北堤。Let's go。我衣服流汗流到全湿，感觉都可以拧出水哎、欸！好肥啊！断了！哇！什么意思 ？Why？ 为什么？你勾到什么吗？你有打到东西吗？我开箱那瞬间断的。嗯。哇，很大力呢。左左秀，这件浮标，最心爱的烟火，敢还我啦？你不上来，你不要还我。你们喜欢欺负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喜欢欺负人，对不对？400块的浮标，再见。好啦，等一下去酱海买一个纪念品回去啊。那我们换位置吧。好了。换到比较浅滩的地方。Go。你是不是也在拍我？是不是也在拍我？就只会钓小鱼。好了，放生吧。又是共孤的一天。有阮来拍鹿港的时阵是咧摕啊，特别打老竹夹的。浅滩街恁那电话8号机，8号机2点钟。哦，那再配水2点钟安尼尔。涨潮的时候可以钓浅滩，会进鱼；涨快满的时候，退潮的话可以钓后面一点点。刚才那个大哥是说，涨满前后1个小时可以钓前面这个浅滩。鱼都会进来的，而且我为什么你刚才那时候打的时候会整组断掉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是母线有伤到，还是他我开太晚了，他已经吃了下去了。可是我看你也没有磨到石头啊。我就想说，可能我钓比较拖吧，卡拉棒上面已经有地板磨完这样的，反正就是我母线有伤到了，一开箱就断了。好吧，损失。
later。十七分，刚刚小睡了一下。哦，不是，只有你小睡了一下。舒服。都是你在睡觉，然后我在剪片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买蛋糕，晚一点帮妈妈庆生。要买什么口味的？我想吃甜的。会不会睡不着？不太喜欢奶油的东西。衣服。这个好了，我今年提到没说。我在下面。好，谢谢。阿波啦，感谢阿菊的同事老王钓友。送给重展的。老，谢谢老王。谢谢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快要八点了，从早到晚的。帮妈妈庆生完之后，就是我们的拉 ASA 的时间了。没错，我们明天就是要跟妹妹的同事老王钓友去鹿港北堤，预计明天要3点半到那边打目光，希望我爬了起来。现在先把 ASA 先办起来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多睡一点点。希望我们明天都爬了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！就大家晚安喽。到晚了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快3点了，你过去大概半个小时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爬起来，出发。钓友老王。他现在在帮我们砍点，下装备路，现在有一点暗，我们等天亮再继续拍。我看一下拍不拍到你，超暗的，你要现在真的有点太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喜多，今天我们大胆团来到我们这个鹿港北堤，来到这边探险。这边的海边是有那個老鼠的。所以我们可能有机会钓老鼠，昨天在钓就有很多老鼠，超恐怖的，他们都没在怕人的。什么鱼啊？疯狂种这个鱼哎！7:43了，留停了，预计大概是8点会翻展哦。永远的这个小鱼哎，疯狂种这个，Oh my god！掉不下去了，我跟你换杆子，你我玩你的，你玩我的。好，盐巴在我手上，你可以放心的吗 ？OK 没问题。好 ，Later。收工。哎呦，今天都小鱼，钓到心很累耶。狂开门。疯狂开枪都小鱼。可能就是赛船，这个是赛船吗？根本就不知道。啊，这翻很快就对了。拜拜。10:07，回家。